主降生。我们可以在老师的音乐当中，我们眼睛闭起来。我请你回想一下刚刚在这里所听到的，或者是你被碰触到的生命的触动，甚至你突然发现原来生命也可以如此的发光，如此的发热，原来我们生命可以有这样的喜乐涌流出来，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傻笑，也可以很自由的嬉笑玩乐。我想请你回想刚刚的经历，我相信这是我们的神在与你说话。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，如果你愿意来认识他，我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，认识这一位可以使你的生命发光发热的神，认识这一位他为了你的缘故来到地上来触碰你生命的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我看见了，你可以放下。还有吗？你还有愿意的吗？是我愿意来认识这位奇妙的主，这位为了你的缘故至高天降生在地上的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麻烦你把手举起来。好，我看见了，请放下。等一下我会祷告，我请各位跟着我一起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请你也祷告一句。深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原来我们的生命如此奇妙，原来我们在你手中所造作的生命有着何等大的热与光。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我求你再一次启发我，求你再一次触碰我的生命，求你让我这一个有生之年我可以再次发光，再次发热。主啊，好让我生命的每一处都可以被你使用。主，我们当中还有还不认识你的，我们也为他祷告。求你亲自也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。我们相信你是为了他的缘故来到地上的，我相信你所带来的救恩早已将他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我们将刚刚举手的每一位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悦纳他们在你面前的立志，欢迎他们来到你的怀中，因为你是为了他们的缘故降生，当然你也是为了我的缘故降生。谢谢恩主，你在我们当中，
求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再把情平安夜唱一次，我们就接续唱，和声的就请你一起来唱，三夜牧羊人赞美四十首，可以看赞美的部分，荒野无人看见了天上光华，听见天君唱中的朋友，请你再一次站起来，我们要送给你一份礼物。来，请受邀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再一次站起来，稍微站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教会有准备的礼物要送给各位，来，请起立。如果还没有礼拿到礼物的，你可以举一下手，让我们知道。好，还没拿到的可以举一下手，让我们知道。